徐锦衣。2013年出道的她，通过《九州天空城》《云溪传》《新白娘子传奇》等影视作品的磨练，获得了成长。日前接受我们电影频道的采访。对，比如说我要唱歌，那我就唱好歌；我要演戏，我就演好戏。嗯，学习一个什么东西，只要你每天练习，你就是会做得越来越好。会做到。新锐电视剧女演员的是鞠婧祎，恭喜鞠婧祎！年度十大金曲，年度飞跃歌手，年度进取艺人，年度跨界艺，年度风尚歌手，年度戏剧突破男女艺人，最佳舞台演绎和年度最具突破艺人鞠婧祎，鞠婧祎，恭喜！鞠婧祎，鞠婧祎，鞠婧祎。鞠婧祎，掌声欢迎！欢迎，他就是鞠婧祎。我很满意我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鞠婧祎。大家总喜欢立竿见影，殊不知努力的重要。所以我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一定要努力尽到自己100%去投入这件事情。后悔，我不太喜欢原地踏步。就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道理，有些事情你不努力，你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呢？就是你可能会后悔遇到什么又不努力，就是比较通俗易懂，大家都懂的道理。但是就真的就在于说，你真的会不会努力那一把？别人再怎么来评判你，那是别人的事情，你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好。不在于我们22个人，就是好像大家也没有在乎，包括在里面。可是当初的伤疤，现在要理解一下现在这个环境，很多事情都要独自去面对。真心的许愿望，我和昨天的我不一样。
值得努力。所以呢，给自己打打气，调整好状态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吧。